喂，大家好，我是 Q 猫。没错，大家看到标题啦，好不好？让 Q 猫臭屁一下，真的臭屁一下。Q 猫应该算是台湾针对这把枪第一个出影片的啦，好不好？我们 AMS 呢，偷打广告，我们有处理这把枪进来，好服务大家。那这把枪呢，好就是由 Cyberback 银背所推出的 MDR-X。那这一把呢，在真枪来说呢，是由 Desert Tech 所推出的一把枪。那它的盒子呢，大概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它上面呢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枪的剪影啊，然后一个黑白配色，我觉得很有他们银背大猩猩的风格啦，好不好？那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东西呢 ，Q-Mo 都已经有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枪本体啦。Q-Mo 呢手上拿的这一把呢，就是他们出这一把 MDR-X 的沙色版本，大家看一下沙色是长这样子。好，那他们呢也有推出黑色的版本。好，那当然啦，这把黑色版本呢加了点料，这个呢让 Q-Mo 卖个关子。除了枪本体之外呢，附上一个弹夹，好，是70发的无声弹夹。除了枪跟弹夹，它还有附上了弹簧，一条呢是80 N， 好，另外一条是100 N。那80 N 跟100 N 呢，分别是80牛顿跟100牛顿，那是他们那边的算法啦。那这个部分呢 ，Q-Mo 我们会实际测它的出出是怎么样，跟原厂状态出来没改的状态是怎么样。OK， 那除了两条弹簧呢，他们很有趣的是，每把枪啊，他们都会附上一个臂章。这个呢有沙色元素的，这个是沙色版本的。那黑白双色这个部分呢，是黑色版本的，好不好？你一次买就只有一个，好，想要两个就两个都买啦。吼，那除了这两个部分呢，它有附上一个工具包。那工具包呢，它主要里面是有一些六角扳手跟心形扳手哦，因为它蛮多螺丝心形扳手的。那再加上呢，它在零件包里面有一个小包包，好，大家看，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它里面分别呢是蓝色的部分就是下压豆，它给大家一颗比较硬的下压豆，不是换的哦，是比较硬一点的下压豆。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黑色的小东西，这是一个跳线电子零件，哦，它最主要呢是让各位可以去跳换 11.1V 的电池跟 7.4V 的电池，就是靠这个。那这个怎么换呢？好，我们会在接下来影片告诉各位。好，这是它的零件包。那再加上呢，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这个包装，我们也会在之后会特别讲到，它里面呢是一个扳机，那当然啦，说明书，好，那它这本说明书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质感做的很不错，而且啊都是全彩的，好，都全彩的，好，虽然是英文啦，不过我相信看读说故事应该大家没什么问题，好，那不过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部分呢，我们会在我们影片中替大家详细说到 ，OK， 好。那它里面的附件呢，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时候呢 ，Q-Mo 呢就把枪拿起来，我们就跟大家一一来讲述哦，这把 MDR X 它的一些外观，它跟它一个特色。那当然啦，因为 Q-Mo 今天穿深色嘛，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沙色比较对比颜色。那首先第一点 ，MDR X 这个赌牛枪型，在我们的玩具枪来说呢，是目前他们独家的，而且不只是外形独家，他们呢其实是有跟原厂获得授权的，哦，就像在这里，哦，大家可以看到，哦，他们在火帽上面呢就直接写一个308，然后下面是一个他们 Desert Tech 的一个符号，哦，这也是 Desert Tech 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的火帽。接下来呢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护目，他们这个护目啊，老实说 ，Q-Mo 在拍这部影片之前有稍微找国外的影片，因为国外他们比较少发售啦。那其实他们在这个护目上呢，有一些会有比较松动的状态。不过 Q-Mo 拿到这一版本啊，事实上来说相当的扎实哦，很不错 ，OK 的。那它这边护目的材质呢是塑胶的哦，嗯，尼龙加铅还蛮强壮的 ，OK。那接下来我们往枪身这边看过来哈，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到它一个特色，这个它也是跟真枪一样，它有左右边的枪机拉柄，我们看到是右边的，哦，这左边的枪机拉柄，
哦，它都有如实做出来，给大家一些玩味啦，因为基本上这把是电枪哈，那所以这个纯粹就是给大家一个操作感，蛮有趣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枪身上面呢的一些刻印来说，是刻好、刻满，该有的都刻了。那除了该有的刻印之外呢，其实塞德贝克这次呢，我觉得他们还有做一个蛮不错的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它针对每一把他们推出来的 MDRX， 他们都有附上流水边，每一把都是独立的哦。哦，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编号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有附一个小牌子，哦，写得很清楚，哦，2017，哦，下面也有会它的出处，增添大家拿在手上的那一种独特感。哦，更不要讲这把枪真的是，这个枪型真的蛮特异独行的，很帅。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哦，它有一个特点，哦，就是说它的卸弹方式。好，哦，它的卸弹钮我们可以看到，哦，它在右侧这边呢有一个卸弹钮，哦，下来。那它在左侧这边呢，它也有一个卸弹钮，通通都可以操作的。然后呢，它在后方靠近弹夹紧的位置呢，这边它有卸弹钮，哦，所以基本上这边呢，我是觉得是做的蛮方便的，让大家的卸弹方式做了很多选择，哦，比较不会卡手，哦。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哦，它的握把，哦，它的握把其实基本上来说呢，就是采取像 AR 一样的手枪握把。那它的射选呢，也是在握把的上方，这个比较做就是说能够让 AR 用的人就是很直观的能够来使用这把 MDR-X，哦，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原厂他们真的想的不错了。那当然啦，在这一点上面呢，塞德贝克也有完整的做了出来，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往后面看，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弹夹，它这个弹夹我们刚才有介绍到，它是一个无声的70发的弹夹。原厂，哦，有给我们资料，就是如果你要用其他的多连弹夹，其实可以使用 ANK 推出的 AR10 的多连跟无声弹夹都可以上上去。不过基本上，哦，QMO 看这个弹夹，我是觉得因为宽弹夹还蛮多家有出的嘛，那未来我们也是会拿其他家的哦来试试看。那黑色的用的比较不一样。一定要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卖关子，卖关子。我们看到弹夹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弹夹紧，哦，这一点呢，我是觉得他们做的蛮不错的地方，哦，QMO 拿近给大家看一下，哦，它的弹夹紧，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下面它直接有做一个阻隔。说认真讲啦，之前有蛮多电枪，即便到现在有些电枪，他们其实在下面的弹夹紧一看进去，其实你绝大部分都会看到gearbox。哦，那便当盒呢？有时候它旁边会有一些细缝，你有可能 BB 弹啊跳出来啊，或者是一些脏的啊，或者是一些小东西，你会跑到里面去，其实会影响枪的运作。那这一次呢，它把它里面这个阻隔哦做好做满，真的掉不进去东西，我觉得做得不错。而且有个最大好处是在今天在上弹的时候，因为有个东西挡住了，所以你真的可以很放心、很放心的上上去，不用怕。哦，太大力啊，会撞歪什么东西？不会，哦，这一点我是觉得他们，做得不错，真的做得不错。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哈，哦，这也是属于一个这个 MDR-X 的一个本身真枪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抛壳窗的左右边的互换。哦，那真枪啊，就是从这边啊弹壳就叭叭叭这样掉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塞德贝克也有做出来。那互换的部分 ，QMO 做一次给大家看。这边呢有一个小开关，我们往上推之后，从这个地方拉起来，哦，大家就拿起来了。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跟另外一边互换，哦，你有左右手就可以互换了。哦，真枪的意义比较大啦，哦啊，不过我觉得玩具枪它可以把这个地方也如实的重现出来，我觉得给大家多一点可玩性。那它装的方式呢，是跟真枪一样的。那当然啦，啊，在这一把枪吼，我们这样子整体看下来，其实 QMO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在上身这边，它在末端这边呢，这边有一小块，它上面是打了一个 Desert Tech 的一个符号，而且这一块很妙，它是橡胶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有拿工具啊。就去想说要把它戳出来，说，哎，欸，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戳出来哦，这是一块橡胶。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上身这边多一个洞，其实这个是枪背带，
你可以在那边扣个闪神什么的，这边就多一个枪背带可以放的点。欸、我觉得、欸、不错呢，而且它的刚好配重差不多，单点用这个刚好。这个是 Q 摩自己发现的一个还蛮有趣的小地方啊。那装回去也、欸、没事。那它这一把枪本身来说呢，它可以、使用枪背带的点呢，有前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做的蛮牢靠的。哦，当然还有我刚才讲的这一个点，还有后方这边呢有一个 QD扣。那 QD扣呢，它是双边都有。外观的部分呢 ，Q 摩是讲到这里。那待会等一下呢，会大部分解给大家看一下。Q 摩这边就稍微感受一下，因为这把枪啊，真枪不要讲，我从来就没拿过。那玩具枪我也是第一次拿。说实在的哈、哦，玩具枪有很多赌牛的枪型、啊、例如说 GHK 的 AUG，、或者是、我们 WE 的 L85A。哦，那说实在的，他们都有点胖，你知道吗？但这一把枪。欸、它有流线感，那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在抓一把 AR， 而且很紧致，很紧致，整把枪就是很 tight、欸、有点小小的被读到了、哦、有点小小的被读到了。接下来呢 ，QMO 呢就要针对这把 NDR-X 呢 ，QMO 要给大家做一个大部的分解。在拆这一把枪呢，你需要拿两个工具呢？第一，你需要一个新型的六角扳手，再来呢就是他们家附的这一支 Topin 的。这支工具还蛮好用的。那首先齁，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护木给拆开来。拆开来呢，前面这边有一个新型螺丝，拆松就好，不用整个拆出来，松就可以了，一点点。拆松之后呢，这边有个 pin， 好，那我们从这边呢把它压出来，压出来，拉到底，拉到底哦，那我们抽出来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把枪轻是有它的道理的。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原厂的数据哈，他们这把枪的枪重呢，含弹夹哦，是 2.7 公斤，哎，真的蛮轻的。我刚才拿起来，真的这把枪很轻。然后最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刚才有给大家看一下嘛，它 hub 座其实就在后面。这把那么可爱的枪啊，它的枪管有420，细长几公分的庆功哎，这个有派，这个有派。好，那我们把前面的护木拿开之后呢，他们真的授权吃好吃满的，连他的那个瓦斯座啊上面都有那个 DeathTech 的标签在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拆他的上下身哈。上下身基本上来说，你只要用到这支推pin的就可以的。它主要呢是枪身这边有个点哦，戳这里，还有屁股后面这边有个点，戳这个地方。它前面这边有一颗啦哈，它比 AR 多了一颗，但基本上来说，我们放两颗或三颗都可以。我们把它推开来。如果你放后面两颗呢，你就可以把它上身抬起来，对，大概像这样子。好，基本上打开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电池放在这里面。那它电池呢，它其实可以用这种长形的，那它可以也可以用圆形的。它的说明书有讲得很清楚，你放进去，你再接起来就好了。那我是觉得这个装回去，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你的线，因为这边啊，它的pin会经过，不要咬到。那当然了，如果你要完整的把枪整个都拆出来，前面这个pin也放掉，稍微拉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上下身给分开来了。那上下身分开呢，我们下身先不管它，我们来看上身哦。其实这一次 Cyberbake 他们做的一个是完全是他们家自己设计的东西，详细拆卸啊，我们会放在第二集。我们先就一。Q 摩大部拆解出来，这边跟大家聊一下哈。首先呢，我们也看到它其实中间有一条线牵到前面，这个呢就是它的电子扳机。说实在的，它这个电子扳机呢做的是属于一种微动开关的装置。那它微动开关呢，只要按压在这个小点上呢，它就开箱了。我们看到往后面中间的部分，这里就是上弹的位置。这样往后跑，我们看到这是他们的一个box。那 box 我觉得长得真的很像三代 box。就是像 AK 在用的三代 box， 不过它本身哈就是把它做的比较轻量化。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集我们会全部拆开，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那回过头来讲哈，我们来看到它的下身，它下身其实真的，我觉得它做的很简单。那它前面这边呢，扳机做动，它就是靠一个联动在走。那这边呢有个点，哦，大家可以看到它往上顶，它顶上的位置就是顶在这边，
这一颗微动开关上面。好，那其实这点哈，我有跟我家的帅哥聊过啊，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说他只有往上顶的一个动作，那这样子他到底怎么样做出连发？对嘛，你点上去就按一下，不就是按住了吗？他可能就打一发。那连发是怎么做？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它转上来连发在这里，转上来之后，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它一个小圆点？它其实是有磁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啦？它会有黏住的感觉。磁性是拿来干嘛的？它利用这个磁性来带动刚才这一个微动开关的后方。它这边小小的有一颗小小的晶片，真的小到吓死人的晶片，上面有一个接受器。这个接受器是什么？是磁力接受器。只要你磁力到那边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开关，然后让它从单发变成连发。哦，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天才的，它就不用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靠个磁铁改变它的位置，然后就可以改变它单连发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做的真的有他的想法，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那由于啦，这一把枪它的大部拆解就真的只是这样子而已。你看到这个状态是为了要把电池塞进去，然后之后你就把电池装好，然后把它整个装回去，哎，你这把枪又可以继续打了。然后你回复，只要把 pin 压回来。QMO 就一边装了，待会等一下给大家换个画面，我们就来试试看它原厂的初速跟我们改变它的弹簧，就是它原本负的100跟80，到底它的数据是多少，我们实际的试给大家看。好了，那我们就换下个画面。喂，好，那 QMO 呢？没错，我又从杨将帅哥那边，我们到了野外。在上一个部分呢，QMO 呢有跟大家做了这一把 Thunderback 的 MDR-X 的简介以及大部分解。那接下来呢， QMO 就来到了野外呢，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际上的测试，好，跟我觉得在操作上一些实际下场的体感。那其实齁，各位，今天 QMO 来到了高雄的场地是蛮开心的啦，但是唯独比较失望一点是，我今天啊这一把枪其实没有下场。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为什么，主要是因为 QMO 没有带到电池，他的电池 QMO 自己带的是方形的口香糖电池，但其实塞那个 Thunderback 他特别有在说明书上面讲，他要用的就是用 AK 四方形或长条圆形的。我认为我的口香糖下得去，结果不好意思，真的就差那么一咪咪，硬挤都挤不进去，所以 QMO 今天只能望窗兴叹。所以各位，这我最终会补在我后面。我说实在的，它真的让我觉得，就它的电池实在是太局限了。我今天来场上这边哦，有很多玩家朋友都带电池，没有一颗能用的。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到，如果未来帅哥你有买这把枪，一定要买 AK 的电池，特别去核过，因为它的空间就这么大。我特别要讲到，因为我实际下了之后，我才发觉这个问题。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实际上有进去试着今天做摆动，其实这一把枪它的握感上来说其实非常非常贴近去 AR， 所以如果你是 AR 使用的玩家呢，其实这把枪它给你不管是射旋握感都很不错，再加上马达在后方，我觉得握起来真的很棒，加上重量整体都在身体这边，所以它今天前端非常的很灵活，很灵活，而且不要开玩笑，这个42公分的管，你遇到跟你等长的 M4 真的会被打得完。哦，那不好意思，下次我还再补弹道、弹重跟换弹簧的弹道给大家看。那这一次呢 ，QMO 只是提到握感跟下去走的感觉，还有它这个缺点。那另外，各位，由于它吃的是.308，所以它的弹夹这么大一圈，大家看过 QMO 拍过了。哦，我们现在出来到野外嘛，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QMO 上在自己的弹夹上面。原本的 M4 你是插不进去的，我就一定要挖个洞让它塞进去，也就是等于是各位你想买这把枪的人一定要另外去买这一种宽板弹夹的弹带，或者是松紧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下场的缺点，你必须要清楚，不然就会像 QMO、为了要找一个弹带啊，因为 QMO 都是 5.56 的 Traver 很痛苦。
哦，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解决掉了，但是这样子是否牢靠又是两说。哦，那当然啦，他们目前现在只有无声弹夹，哦，74发，那未来听说会出多连，我们期待。那当然啦，关于其他厂牌可以通用的部分呢，未来 QMO 会做测试。那当然 ,5.56 的版本有在 QMO 的介绍中看到了，让我们卖关子，接下来未来我们会把那一个部分给完善，然后呢推广给大家。好啦， QMO 今天齁在野外呢就说到这里，那接下来呢一样再光速跳回去，我们来试一下它有80牛顿、100牛顿以及原厂的弹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能跟初速的状态。好啦，啊 QMO 有点小失望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剩下的呢未来 QMO 再补给大家。好，就这样子，拜。好，那 QMO 呢来到另外这一个测速的环节，那 QMO 呢手上拿的呢一样是 Cyberbeck 推出的这一把 MDR-X， 那这把呢目前是原厂的状态，什么都没有变。那待会等一下呢 QMO 就要来做测试，顺便还有另外两条弹簧，哦，就是它分别是一个 80N 跟一个 100N， QMO 也装给大家看，其实不难，哦，那主要呢电池都已经上好了 11.1V 的，哦，那弹夹，弹夹不啦，我不要这个，不要，不要宽的。对，我们用这个弹夹。好，那我们这时候呢就来测试了哈，单发。其实老实坦白讲，赌牛的枪比较少打。好，101 100 101，那我们试一下它的连发哈。哦，其实我觉得还蛮顺畅的。那它的初速呢？对，就像它上面表定的写的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把枪它在打击发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然后有一个那个回弹，有一个砰的声音，还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 QMO 呢就直接要换上他家负责这两条弹簧。好，首先呢我们一样先把他的弹夹卸下来。好，然后这时候呢 QMO 就要来换他的弹簧。他换弹簧哦，其实蛮简单的，就把 pin 先打掉。中间，说个好笑的，我有时候都会忘记中间这个pin要打掉嘛。它打掉之后呢，稍微拉一下，我们把它打开了。打开了呢，电池我们先把它拔开，因为它的电池下面就是它的那个换弹簧的地方，电池先拿起来。换弹簧就要在这里。好，那我们就来换一下哈，对好对准压下去就可以换弹簧了。那我们换出来呢，这条是普通的，我们放桌上。那我们首先呢，先把80的，大家这个是新的啦，都还没拆封，我们把它拆出来。好，这一条是80的。这样子。好，这样就可以了，很简单。那我们再把电池装回去。那还是一样啊，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不要电线去缠到，免得会压坏，把电线压坏。中间推进去。好，那一样哦，我们再上弹。现在目前呢是80N 的弹簧。好。OK， 我们来试一下啊，单发122 126 1238，来试一下连发。OK， 好。基本上来说呢，80N 大概是120的初速哦，数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100N 的弹簧。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条是100，我们就把100拆开了。100也是不等距，那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了，应该是比较硬一点吧。我们试试看。哦，有，那个力道有感觉得到。那再来把电池换上去。那在这边一边换，一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刚才那个弹全部都是点热的弹。好，一样，我们把线收好，然后把盖子盖上去。
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我们再把蛋上上去，我们再来试一下。好，开单吧。131129131，好，连发。OK， 好。好了，那试完这三条呢，分别原厂的80跟100的，好，数据都在，大家都看到了，好不好？我觉得还蛮不错啊，蛮贴心玩家，因为其实差不多，对了，我们的环境差不多130，不过，有鉴于很多人说他们马达状况怎么样呢 ？Q 梦在这边呢，我们准备一条，我这160，神农的160，我们就来试试看它打起来的状况怎么样。好，一样，我们重复刚才的动作。新的这条呢是 S-Long 神龙的160，我们把它放进去。好，这个就比较有压力了。有，这条筋啊真正较硬。好，那我们把电池装好，稍微理一下线，把它装回去。哇，太棒了，我越来越爽爽了。好，装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打160打出来的，当然是160初速嘛。那我们来看看它打起来的会不会感觉怎么样？哎，一样，我们上弹。好，上弹了。那我们一样，我们打单发，154156，再打一发155，我们来打一下它连发的状态。OK， 老实讲啊，各位，打起来打到160，我觉得也是没什么问题。它反倒是那一种，它后来有一个砰，那个爆音变得更大，但不会影响到它的顺畅度。大家也可以从刚才看它的单发测出来到150多，那打连发状态来说，也没有听到它马达很吃重的声音，我觉得是 OK 的。真的撑得过去，所以在马达这部分真的是够用了，够用了。不过当然了，未来如果玩家有需求，工商一下找我们 AMS， 好不好？那当然了，我们有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弹夹，那个未来就请洽我们 AMS。那在这第一集呢 ，Q 梦的一些简介呢，跟它不同弹簧的初速测试，就到这里了。一样，第一集呢，如果你看得开心，我得到些什么呢？一样帮 Q 猫按赞、订阅、分享。那接下来呢 ，Q 猫的下一集给大家详细的分解一些保养跟最终的优缺，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啦。好 ，Q 猫最后就说到这里喽，拜拜。